如果可以，来一块。我真的希望，时间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候。是。也许会发生的事情，早就存在了，逃不掉的。我最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，在这个梦里，每点燃一根蜡烛，就会过同一天。先生，可以帮个忙吗？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，再次遇到你。是你呀。如果可以，来一块。我真的希望，时间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候。是。也许会发生的事情，早就存在了，逃不掉的。我不相信，一定要救他的办法，一定有。在这梦里，舒言，我一直试着想改变一些事情。你想要改变什么呀？我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只要他能回来。